被改变老尊的本色。把一根毫毛追出后万个，眨一眨眼皮能把鬼识破。孙悟空，你呢一次上咗我当啦！诶，哈哈，睇下边个上边个当啊！医生，医生，有贼啊，有贼！医生，啲银两喺度啊！啊，师弟，几时学识偷人嘢噶？医生，你瞓得咁冧，我唯有用呢一招啦！哎呀，天都就光啦！大仙点解仲未翻嘅？掘金啊！佢根本就唔中意钱嘅。好啦，我哋去报金子睇下啦。弊啦，师兄可能同嗰个姑娘埋咗喺下边啊！哎，
哎呀呀呀，姑娘大，啊，哎呀，姑娘姑娘，你系咪天竺国嘅公主啊？哎，驸马爷，驸马，陛下有请。有个绑住啊！公主，公主唔见咗啊！你知唔知道佢而家喺边度啊？在昨晚我送走了三个徒弟，回到皇宫就不见了他了。他去了哪里啊？请陛下派人在皇宫里面找一下。皇宫找过了。这样再去皇宫外面找一下咯。皇宫警卫森严，雀仔都飞不到出去了，公主怎么出去啊？陛下，我有句说话不知道应该说。唉，说你听下。我怀疑现在这位公主并不是你的女儿来的。哎呀，大胆啊！我看你一定是妖精，我的女儿一定是被你吃了顶了。陛下叫我三个徒弟回来，他们可以分辨到哪个是妖精。你和你的徒弟都是妖精，人来将他捉去喂蛇，帮我女报仇。陛下，陛下，父王，父王，驸马爷他乖女。陛下要命啊，公主要命啊，小人该死，误会驸马爷是妖精。人来帮我将他掟出去。等阵，请陛下慈悲为怀，宽恕他啦。乖女怎样啊，放过他啦。看在驸马爷的份上，放过你啦。多谢公主，多谢驸马爷。驸马爷要你受惊啊。哎呀，乖女啊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刚才你去了哪一道啊？我去了庙道拜神择个好日子嘛。哪日是好日子啊？父王，你看看就知道了，这个是菩萨的旨意。今日驸马爷，你有没有意见啊？不得，不得的。菩萨的意思不可以违抗的。国王和公主已经在大殿等着了。师父，如果你遇到麻烦就打烂他。请驸马爷快点换衣服。你们出去先吧。这只马骝，这只马骝。怕小怪啊！大件事啦，里面有五个驸马咁多。五个驸马？肯定是五个咧。如果你乱咁讲咧，我就将你捉去喂蛇。乖女啊，这个唐僧一定是个妖怪来的，我不可以给你嫁给他的。父王，唐僧是个圣僧，这些肯定是他徒弟搞出来的，想拆散我们姻缘啊。不过现在有五个唐僧，你不可能嫁给五个人的嘛。陛下，那就杀了四个，留下一个就行了。不得。那怎样啊？陛下，那两个和尚在皇宫外面拍门啊。快点去顶住。走啊！不要急出位了。哇呀！
哦，喂，企喺度，还翻师傅俾我。我今次弊啦，作反啦，作反啦！啊，帮我捉住两个和尚。快点找师傅。啊，发生咩事啊？点解会咁啊？我都唔知啊，捉住只妖精先讲。你哋边个先系师傅？我系。我去找大师，只有佢先可以分到真假。放咗公主，我哋就摇你不死。你睇，而家点算啊？揾白龙马嚟啦！好。捉呢只妖精做人质，你快啲将师傅救出嚟先啦！放箭啦！小心会伤到公主啊！我哋首先捉住呢几个和尚啊！如果你再唔停手嘅，你嘅师傅就冇命。你想点样？跪低求我啦！你一次救唔到五个人嘅，佢哋都可能系你师傅嚟。如果你够胆用我师傅一条头发嘅，我一定要你哋公主填命噶！我等咗你半日啦，你点解咁迟先至嚟啊？乜你啲功夫仲叻过你二师兄嘅咩？姑娘，你都系投降啦。我哋兄弟之中啊，佢嘅武艺啊最犀利。你二师兄讲嘅嘢系咪真噶？我睇你系放低武器投降啊，定系同我打过啊？投降？啊，冇鬼用啊！你冇胆鬼，你个叛徒！快啲将你禅杖放低，即刻走！一早估到你会嚟呢招噶啦！哎呀！哎呀！喂，八戒、沙僧、师傅咧？师傅啊，你仲喺度问我？而家有五个师傅啊，边个字系真噶？你一系就话俾我知边个系唐僧，一系就一齐埋喺呢个洞度，你自己拣啦。好啦，我话你知啦，边个识你莲花经，边个咪我师傅咯。咁好啊，你哋两个喺山洞度慢慢等啦。师兄啊，我哋甩唔到身啊。不甩身就唔难啦，只要帮对面嗰位公主咧寄翻啲嘢，咁就甩身噶啦我哋。佢都傻咗啦，我哋点帮佢啊？我有办法嘅。你系边个啊？我只见过你噶。怀女，你是天竺国的公主啊，我是你的父王啊，来啊，过来啦。我是公主，我真是公主来啊。是啊，你记不记得啊，我们皇宫那里有个很大的花园，那里有个很漂亮的喷水池，有白玉砌的凉亭，还有很多很漂亮很多人喜欢的鹿仔添的。父王，快啲掹条头发出嚟，我哋就有得救噶啦！你话掹条头发啊？父王，哎呀！父王，哎呀！
哎，公主你唔使惊啦，出咗呢个山洞咧，我先解释啦。水一直流，一定有出口啦！差啲冇命啊！啊，师兄啊，冇路喎！冇理由噶喎，啲水仲流紧喎。好似好光喎！父王，乖女，两个和尚有冇整亲你啊？冇啊，佢哋放咗我翻嚟。唉，都系嗰个唐僧惹嘅祸啊！唔系啊，呢啲唔系唐僧嘅错。做咩啊？你仲想同佢成亲啊？父王。呢啲系天意啊！但系你识得分真假咩？父王，你请佢哋嚟，我有办法。带五个唐僧出晒嚟。父王啊，净系真嘅唐僧先识念莲花经啊！而家你哋念莲花经俾我听啊！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佢哋全部都识得念喎，咁点算啊？公子弊啦，陛下，佢叫和尚就打紧入嚟啦，快啲挡住啦！吓！我个女儿啊，我个女儿啊，哎呀，女儿啊！喂啊，呢个系妖精嚟嘅，你个女喺嗰边。父王，乖。父王，师父还愿啦。哦，啊？唐僧，你走唔出我手撕罅嘅。啊！个假公主唔见咗啊！啊，我知道啦，师弟，我去月宫行一转。有咩吩咐？有只
妖精匿埋喺你地头帮我搵。阿提成啊，呢度有个山洞，妖精可能匿喺嗰度啊。好，即刻带路，搵到只妖精咧就放咗你，搵唔到就揸棍啊。师傅，我嚟救你啊！啊！嘿呀！快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大圣，请高抬贵手。大圣，请恕我管教无方，佢系我月宫里面倒药嘅玉兔，偷走出嚟，麻烦咗你哋啦。唔紧要，以后咧请姑娘睇实啲佢就得噶啦。玉兔，你点可以做啲咁嘅事噶？你成日要我倒药，又唔同我倾偈，我一个人去月宫，好闷噶嘛！畜生，你仲强词夺理！大圣，天蓬元帅，请多多包涵，我告辞啦。喂，你点会知道咧？呢只嘢出自月宫，又点会识得揾嫦娥嘅？妖精啲短棍上面刻咗月宫专用，咁你又趁机啊就地重游咯！唔好讲啦，师傅咧？啊，唔记得咗添！哎呀，死啦！佢仲绑喺里面啊！自由找出神奇，把十一难拦。